Hey guys，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英文。我还是你们的老朋友木木。Hey guys, this is Alan. 没错 ，Alan 最近啊，这个京东的 CEO Richard 刘强东，哎，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的英文名叫做理查德刘，有点意思啊。Richard 刘，他们呢，这个。他和他老婆的新闻上了热搜、说是他和他的小娇妻这个奶茶妹妹又在闹离婚。哎，没错，这个媒体呢就说这一段他们的 May December relationship 终于即将走到尽头了。说实话，他们的感情问题呢，我具体我不是特别清楚，我觉得可能局外人都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刚才木木老师你提到的这个 May December relationship， 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来解释一下是啥意思啊？对，它从词面上解释就是五月份和十二月份的恋情。嗯，但是呢，这个词其实是用来形容老少恋的啊。怎么说呢？这个五月嘛，就是春天。是。春天呢，是属于春意盎然的季节，是自然而然的就会和年轻人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奶茶妹妹她93年的，和我一样啊，春天。哎，春天，对，春天木。对，他们就代表年轻人。那十二月份呢？你想想，又冷，树也枯了，又没有鲜花，死气沉沉的。所以十二月呢，就可以用来形容年纪大一点的人，比如说 Richard 刘是74年的。所以像他们两个这种啊，一个是五月份年轻人和十二月份年纪大的人在一起的这种关系，就叫做 May December relationship， 或者是 May December couple。那刚刚我解释完了关于这个老少恋，那 Alan 对于这种 May December relationship 你怎么看？ Personally, I can accept the May December relationship because, in my opinion, age is just a number. For me, being able to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 is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f a couple can share interest or and passion, then their quality of life together will always be high. Generally speaking.People's personality don't change a great deal throughout their lives, meaning you can tell what somebody will be like in future. If somebody has no enthusiasm for life at 20, they will still have none at 60. 天哪，忍不住鼓掌了，这段话简直是可以当做演讲。听懂了，木木老师。Of course， 那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刚刚 Alan 说，在他的眼中啊，两个人呢能够相处得非常的舒服，是，并且呢都充满好奇心，心灵相通，一起成长，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上面 Alan 刚刚提到这些，完全就和年龄是没有关系的。对，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I'm with you， 我支持你的观点。So Poppy， what do you think of May December relationship？大家别误会啊 ，Poppy 是 my old English name. Yes. Okay. So Poppy, what can you accept it? Actually, for me, maybe I can't accept it.、I know it's more acceptable nowadays, but when there is a big age gap between me and him, there are loads of problems to solve. I'm kind of person who cares about others' opinion so much. So I'm afraid they will think I'm either a silly girl.Or a gold digger. Yeah, actually, I can understand your point. 我非常理解木木老师啊，就是，为什么不能接受老少恋呢？就是怕被别人说。对，说闲言碎语。哎，怕别人觉得他不是个笨蛋，就是一个 gold digger， 就是为了钱和别人在一起的人。对对对，没错。但是 but who knows? Yeah. Maybe if I found someone that really loved them. Or really rich. I won't care about anything. Yeah. I can be the silly girl or gold digger. Or both. 因为找到自己真正爱的人呢、年龄也就不是个事儿了。就像翁帆，就是他在他28岁的时候呢，嫁给了比自己大54岁。算一下、这个、算一下几轮啊，一二三四四点多轮吧，4.5轮。对，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家杨振宁，当时啊外界很多的质疑，但是他还是很坚定自己的选择，因为就像艾伦刚刚说的嘛，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舒服，是保持好奇心，然后一起成长。 Exactly, as marriage is a private matter, if they feel happy then nothing matters, right?
对，就是他们开心就行，对吧？那他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呢，那质疑就是说，哎，这个女生太傻了，这么年轻，对，把青春就给了一个老头子，肯定是想要他的钱，还想要他的名声。而现在呢，说是分遗产嘛，就给翁帆分了一套房子。那大家就说傻吧，跟一个老头子这么多年就分一套房，也不知道自己去争取。哎，而且这个房还不是所有权，是这个使用权，好像是清华园的一套房子。那所以不管你怎么样，都会有人说三道四的。所以我觉得幸不幸福呢，只有你们自己知道，大家自己知道，就不需要证明给谁看。那翁帆夫妇呢，他们在这个接受杨澜采访的时候啊，我就感受到了这对老少恋的幸福。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声音片段。我当时写了一首诗，说是，翁帆是上帝给我的最后的一个礼物。那您会把杨先生当作您生命中的一个什么呢？我觉得他，也许可以说他是我生命中的带路人。看完这个视频啊 ，You know what? I feel like my attitude to everything's not stable. 就觉得我的很动摇。At first, I think I would never accept a man who is 54 years older than me. But after I watched this interview, now I feel their May-December relationship is so lovely. Yeah. 就觉得挺好的。I don't mind if a man be my leading light who is much more older than me. Do you think 54 years is a big age gap? Yeah, it is. 54 years, so... 首先我觉得54岁的这个差距确实是有点大的，这个4.5轮嘛，对，是吧？如果是别人，我觉得真的是你说出来54岁，你说24岁、34岁，我觉得可能有点难以接受。但是他们俩真不是咱们一般的人，说这个一般的人不是说这个经济水平或者说社会地位，而是说他们两个不是那种特别世俗的人，而且杨振宁老师这个感觉身体还挺好的，说话谈吐啊都挺好的，对，说话清晰，真的不像一个90多岁的男士的一个表现，不是那种颤颤巍巍的感觉。对，而且从他们两个人的说话和举止啊，真的是可以看出来，他们不像恩爱的，对，就是普普通通的那种夫妻，没错。就感觉杨振宁他的思维也很活跃，很年轻，最多也就大个10多岁，没想到大50多岁。然后最后我觉得其实这些路都是自己选择的，就你做出了选择并且很享受你自己做出的选择，那就没有什么对和错了。因为他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他说了 I chose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他觉得他只是选了一条很少有人走的路，但是也对，但是也让他的人生变得 different， 变得很不同，很精彩。所以我觉得人生啊，也要敢于冒险，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世界还是很精彩的嘛。哎，这个世界真的很精彩。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每天都会更新。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Yeah, anyway, we should be more acceptable in this world. No matter if you are a May-December couple or a gay couple, lesbian couple, transnational couple, don't worry about it. Just stand up for what you believe in. Yeah, don't worry about it. We should indeed keep calm in the face of difference and live our lives in a state of inclusion and wonder at the diversity of humanity.